由知名魔术师年历人发起的魔幻甲音乐响应关怀列车公益表演，即届来到一只顶和平国小，除了带来精彩魔术甲歌唱表演，阁带来大批礼物送予学童，其中歌星包伟平等艺人趣味精彩演出，和和平国小的师生感受到满满爱和关怀。由知名艺人包伟平甲歌星刘以纯带动和平国小学童做伙来欢唱，场面是相当热烈。除了精彩表演，其中更加系趣味性嘅活动，来送出大批礼物，私心都相当投入，也让这场公益演出是相当成功。他掌声鼓励，我都快要跟他一样高了啊！那他们在南投县这边呢，通常都是跟我们的这个新兴公益平台哈来做个相关的配合。好，那莲花姐呢她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就正跟我联络，好来我们来调和顶，那有协调各自的这个事项，好来促成好这一次的一个行程，好让我们两间国小的小孩子都可以有一个欢乐跟这个开心的一个回忆呢，还是可以学一个魔术回家哦，并且哈可以体会到我们这些知名艺人哈他们的一个秀场的一个魅力哈。当然啦，我觉得跟镇长之间呢，我们有这么棒的一个气氛，我相信以后还是陆陆续会有很多的。是啊，我觉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那公益团体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行之有年了。我其实应该我出道已经今年是第40周年。对，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出了。你没礼貌，来麻烦几位先带出去了。带出去。那个不换，一二三，来哦。由知名魔术师年历人发起的魔幻甲音乐响应的关怀列车公益表演，第74场来到自己地的和平国小，精彩不断的趣味活动，让苏欣看了笑嗨嗨。主办单位更是尽力和学童会当提早满满的礼物。活动的目的呢，是希望可以跟小朋友做一个连结，可以跟他们同乐。那当然，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相信呢，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会永远记得曾经有人在帮助他们。那我们也有些志工，他们也曾经在年少的时候受过帮助，所以后来他们也会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就是那一个我拉上去，因为那些哥哥姐姐都很大方，所以他们都是会给我选很多礼物，然后他们的那个表演也很有趣，然后还会教我魔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都没有拿到那么多礼物了。对。啊，你最喜欢哪一个礼物？四驱车。特别是在他们平常课余有科学教育，来跟这个魔术做一个比较的话，让他们能够看到整个事物的变化，跟观察到一种事物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程序，我想这对我们小朋友这一方面的教育跟体验是非常有兴趣又非常活泼的一种教育活动。除了歌曲好听，更鼓励看魔术，更是让小朋友大开眼界。包伟明、刘以纯甲小朋友之间总会干的趣味活动，嘛，让全校师生都留下珍贵的看秀经验。记者金山差不多。他的家里仔细看，一二三，笼子、鸽子没有了，谢谢大家。